南来乡欧本村有一间化学制备的工厂，无定时在偷排废气，造成全村臭毛毛，严重影响着生活。为此，今日透早地方发起抗议活动，将近200人伫工厂的门口表达诉求。同时，议员和地方代表以及环保局拢到场关心，并和业者来协调，希望早日向村民达成共识，以后大家卫生的生活环境。修草受不了，修草受不了。大声的喊着抗议，显示出村民的不满已经来到最高点。位于南来乡欧本村的这间肥料厂，每届在制定的期间，拢会倒排废气，造成规村臭毛毛。今日地方终于忍袂住，聚集着将近200位的村民，站出来表达诉求，向工厂抗议。伊这吼，拢差不多在死啦吼。啊，到这个要倒啊，这个啊，这都臭到下晡去啊啦。那像那像人死。死要死的味啦，嘿啦，那就死焦迄死精神的味安尼啦。行对家过，吼，一声，人走行过，闻到就像死人的死的，恁妈开门把看看叫过来啊，像迄款味啦，嘿啦，真正歹味啦。即摆前来关心的婚姻馆议员王友明表示，这个有机肥业者伫进前就传出违法来烧废弃物，即摆搁再出现有机肥臭味困扰地方，大家拢已经挡袂住。同时，婚姻馆议员柯世文也要求业者必须爱伫半年内停工并清除污本。有机堆肥厂，99有机堆肥厂，就堆肥厂，那是99的对。嘿，叫做99有机堆肥厂。啊，这个堆肥厂吼，伊拄则把门拍开的时，伊就已经。应该是不是早起要来控精啦吼，啊，所以就拍开的时候，伊就内底清出一条，你知道？但是入去的时候，我进去差不多不用三秒，我就出来了，真的太臭了。大家食饭已经挡袂住，今日这侪村民站出来，可计会使证明讲哦，真非常非常的严重啦吼。啊，所以阮今日来要求的就是，伫半年内底完全甲清出去就对啦。对此，业者则表示，需要一切配合法规来行，也承诺伫四个月内搬走。昆关环保局也讲。这段期间内，因除了会来主动稽查，在工厂附近也会设置空气采样的仪器。若是有任何超标的状况，就会依法来开罚。哦，就是一句话，哦，该怎么做怎么做，啊，你们都不要考虑到我。OK， 好，就是这样。当然，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除了这个部分，我们会主动稽查，主动来做一个初级。然后，另外我们也在外面周界的一个相关找适合的地点来布置自动的一个采样设施，来做这个周界的异味的一个把关。哦，所以说这是来这个确实监督他在这段期间也可以好好的做好这个相关的一个防治设备。但如果有发现有违规的部分，我们还是会依法来做一个告发。目前业者和地方已经达成初步的共识，后续就等待业者和环保局落实相关的承诺和配套，赶紧还给地方一个卫生的生活环境。记者陈国华采访报道。